弟兄姐妹平安，早安，感谢赞美神，可以一同在这里来敬拜神，好吗？从我们座位上站起来，好吗？呀，然后你就四周走动一下，跟旁边人说耶稣非常爱你，好不好？找三个以上的人跟他说耶稣爱你。感谢主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 Amen。 我们在今天早上要开口赞美他， Amen。 要大声的开口拍掌赞美他， Amen。 我们大大的张口，我们就会被大大的充满。我们在今天早上，我们就来拍手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是的，主，你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赞美当中， Amen。 一起再一次拍手赞美他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再一次来，哈利路亚，起来，我们起来，庆贺欢迎荣耀君王。来赞美你，我们扬声欢呼，高举尊贵君王，全心全意全人都要来敬拜你。你是王，你是王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主，你是万主之主。充满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神你宝座就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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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的宝座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起来，庆贺欢迎荣耀君王，击鼓跳舞欢唱来赞美你，用我们的心来说，我们扬声欢呼高举尊贵君王，全心全意全人都要来敬拜你。再次我们起来，庆贺欢迎荣耀君王，上来赞美你，我们扬声欢呼高举尊贵君王，全心全意全人都要来敬拜你。你是王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主，你是万主之主，你是王，愿神你同在降临在这里，愿神你荣耀充满在这里，愿神你同在，愿神你同在同在在这里，愿神你荣耀充满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
跟你旁边的人说，神的宝座就在这里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举起我们的信心来敬拜他， Amen。 哈利路亚，拍手赞美他，哈利路亚。我站立在你面前，你名声何等荣美，我仰望你威严是多么奇妙可畏，万王之王我谦卑在你左肩，你的爱一波又一波，你爱洗决我，你爱洗决我，若你帮助我，谁还能抵挡我，你全然的身宣告，我站立在你面前，你名声何等荣美，我奉闻你威严是多么奇妙可畏，万王之王我谦卑在你左前，
得胜，让我们坦然无惧可以进入到你美好的应许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是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主啊，你亲自呼召我们，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主。主啊，在今天我们就求圣灵在今天早上就来到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是如此的需要你，主。是拉巴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呼召我们离开岸边，迎向风浪，迎向风浪。你呼召我们离开岸边，与你一起同在，但是我们不是孤单的，因为主耶稣，你永远与我们在一起。让我们对我们的心来说，我不是孤单的，因为呢，爱我的阿爸天父一直与我们在一起，主，他带领我们越过风浪，突破困难，他带领我们迎向明天，他已经赐下那莫大的能力在我们的中间，使我们可以刚强壮胆面对明天。主啊，在今天早上求你的圣灵就浇灌下来，触动我们的心。 Let us hear you, Lord. 知道你一直都在对我们说话，带着恩典的话语，带着能力的话语，那塑造伟大梦想的话语，叫建立我们，塑造我们。哈利路亚。亲爱的神灵，亲爱的神灵，我们渴慕你，渴慕你亲临在我们中间，让神的爱满溢。亲爱的神灵，我们的见神的荣耀，亲爱的神灵，我们渴慕你，渴慕你亲临在我们中间，让神的爱满溢。亲爱的神灵，我们等候你，等候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神的荣耀。欢迎你神灵降临，开启天堂的奥秘，自由来运行，自由来释放天国的真理。欢迎你神灵降临，彰显天堂的能力，更深地翻转我们，
直甘心。请姐妹来，亲爱的圣灵，亲爱的圣灵，Oh,
更深地翻转我们，一直更新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这个时候就来欢迎圣灵自由的来运行。哦，我们就是用灵歌，哦，我们用方言，我们用自己的方式，哦，用任何的方法，哦，用悟性，哦，我们就来向神来祷告，欢迎圣灵，欢迎你圣灵，哦，欢迎你圣灵，哦，欢迎你圣灵，我们欢迎。祷告，哦，用你自己的方法来祷告，哦，来欢迎圣灵，哈利路亚，亲爱的圣灵啊，我欢迎你，亲爱的圣灵，我羡慕你。释放天国的真理，哈利路亚，圣灵降临，彰显天堂的能力，更深地翻转我们。我们安静的再来唱一次，来，欢迎你圣灵降临，开启天堂的奥秘，自由来运行，自由来释放天国的真理，欢迎你圣灵降临，彰显天堂的能力，更深地翻转我们，一直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今天早上我们真欢迎你来更新我，来更新我，来开启我的眼睛，让我真知道你，让我更多的来认识你。若我曾经爱你，让我更爱你。圣灵啊，我渴慕你，我需要你。
是的，愿你成为今天的主角，愿你成为我们每一天生命的中心。我说正如牧者们的信息和勉励，让我们更敏锐于你，让我们更在乎你的同在，让这个从我们的知识性的认识和认同成为我内心的渴望。 And I pray 让这成为一个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新的开始。我渴望对神你有新的热情，新的认识。谢谢主。